如果将地球人口压缩为100人，那就会得到以下几种数据。在100人里面，有50个人营养不良，而有6个人拥有全世界 59% 的财富。100个人里面有70个文盲，真真只有一个人拥有大学学历，都只有一个人可以拥有一部电脑。如果朝头早能够健康的醒嚟，恭喜你，因为有100万人将活不过一个星期。如果可以自由地参加宗教活动，咁你比31人仲要幸福。如果冰箱里面仲有食物，有衫着，有地方住，你比世界上75%的人仲要富有。如果你可以读到呢篇文章，恭喜你，因为有21人根本唔识字。如此幸运的你，何不也发愿为苦难的众生服务呢？